结石啊，也不只是肾结石，包括肾绞痛、胆绞痛，一个总是气血的症法。那么还是什么中下白啊？那么为什么呢？哎，你们看，我们看到尤其下白穴，你看尤其是下白穴，主穴是下白啊。下白穴我们看到什么？肝肾分支、心脾啊，下白穴，肝肾分支，肝肾分支。那么又与什么三焦于肾什么别通？哎，三焦于肾别通。再看手掌，又是腰脐线，又是什么？你看这边又是少府，少府所在，腰脐线，少府所在，腰脐线。少府所在，所以呢，主治少府的病，哎，所以肾结石、胆绞痛、肾绞痛都可以用这个穴位，这组穴位来治疗。那么杨卫健老师推荐呢，你的组合是中下白配合一个面部的马金水穴啊，注。那么到后面到马金水的时候，到这个穴的时候，我再给大家分享这个马金水的这个原理是在哪里。